記住可以來回跳跳跳跳跳 ，angle break 咗啦，入埋。好，大家好，又系我 coach 灰啦。嗱，試咗核心走攬啦，咁啊試咗核心 floater 啦、拋投啦，好啦，大家感唔感覺到咩係核心力量先？嗱，我哋有核心急停，係咪？核心 floater， 因為咧，我希望咧，我哋所有亞洲球員可以用到核心力量，好好保護自己，亦都令到你的力量得以釋放出來，明唔明白？我們如果可能用別人的技巧，用別人的法力，我們是會永遠追著別人劈劈的。我個人呢，我想呢，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重傷的病患，即是我兩個膝頭是報廢啦，一隻沒有，兩隻都沒有韌帶，一隻現在做了手術，一隻沒有做啦。咁我可以做，我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傷患，甩臼啊，即係所有手指歪曬啊。我個人認為一樣嘢就係，你如果我哋亞洲嘅球員用到核心嘅力量嘅話，第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你對你嘅膝頭哥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改善。你知唔知一個膝頭哥嘅改善咗之後，你知唔知你會有幾大嘅唔同咧？第一，你膝頭哥痛嘅話咧，你射波咧用唔到腳力，因為你每次坐低你都痛。我以前打香港隊嘅時候就係咁辛苦啊！一坐低痛，一坐低痛，結果你會變成點咧？用你嘅手力去射出去，永遠用你嘅手嘅力量去射出去。好啦，久而久之，你射波只會越嚟越唔穩定，越嚟越唔穩定之下，你變咗點啊？你咪逼住自己鏟籃咯。而你鏟籃的動作亦都是不斷在加傷你的膝頭哥，你一個惡性的循環就會開始，最後就會好像我這樣斷了韌帶。明白嗎？我一個很欣賞的球員 Klay Thompson 在上年打 Final 的時候，他一路射球攞30多分，幾準啊！就是一下快攻不小心斷了隻腳，他要用一年的康復期。我自己呢，在受傷的期間呢，在我第一次斷韌帶的時候呢，我那時候要是靠教練的工作啦，月入已經很卑微的了，球隊沒有薪金的，在我斷了腳之後呢，我要拎著支拐杖出去教波，我身上得10元，是我呢新人我覺得都最恐怖的時刻嚟嘅。29歲人10元，我最體驗到的就是一個傷患帶俾你的可怕，你個人是會跌咗落一個深淵度。尤其當如果你是一個職業球員或者任何一個年輕球員，你而家受傷的話，你所有辛苦努力的成果你會冇曬嘅。我點解咁想推行呢、這個核心的技巧呢？是因為如果在今時今日你隨便跟一個外國球員練，而你並沒有別人的肌力，沒有別人的力量，外國的教練通常只會叫你不停在加強你肌肉的力量。我從來都不會叫我的球員去加強肌肉的力量，我只會叫他用好你自己的力量。你只要用到你核心的力量，正如之前那條片，阿豪吃多嘢咧，過嚟先，過嚟先，吃多嘢咧。你記住，我哋唔使靠打噶，我哋靠核心企定放鬆，係啦，明唔明白？你有好大嘅力量噶 ，I'm sorry， 有冇事？講到有啲嬲，蛇恰你添，唔好意思，明唔明啊？你係可以震傷我嘅。点解你唔用全力打我啊？我始终都系恐防会震伤。震伤我？
年青人，你太睇小我霍环啦！我嘅跌步衫纵横江湖几十年，只有我镇伤人，未俾人镇伤过嘅。明唔明啊？因为咧，我哋核心嘅力量，我哋摆拳头，佢就推佢出去，系咪？我摆脚，我咪弹起咯。明白？当你撞埋嚟，撞埋嚟啊，系啊！我核心嘅时候仲尽力啲，系啦，我核心我咪顶到佢咯。我使乜去操咁多一啲双膝头嘅动作咧？明白吗？我哋好好运用翻自己嘅技巧，尤其当大家并唔系一个职业选手，你冇一个 professional 嘅 trainer 教你点样做动作，同你 set 一个训练菜单嘅时候，你唔好随便做，因为你学到嘅技巧大部分都系只系将你嘅肌肉整大嘅技巧嚟嘅啫，你只会慢慢变成一个机械人，分翻开每一嚿肌肉。啊，我应该边嚿肌肉用力，边嚿肌肉唔用力。打篮球我哋是一个 move 嚟嘅，成身嘅运动嚟嘅。你可唔可以讲跑步你就系用边嚿肌肉，游水就系用边嚿肌肉啊？点解打篮球你可以分翻开呢啲嘢？明唔明白？尤其我哋仲要控制个波添，明白吗？所以大家记住，我个人咧会想嚟紧嘅目标，我都系会拍多啲关于一啲核心嘅力量。嚟紧我都会拍呢系列嘅嘢噶啦。所以咧，應該會越嚟越多人嬲我嘅，又鬧我噶啦，係咪？唔緊要啦，由佢哋鬧啦。好啦，講翻今日主題啦。係情緒過後，我哋要冷靜翻啊。OK， 我哋今日咧講翻就係咧 dance move， 我認為一個現代幾好，我好啱我哋亞洲球員用嘅技巧。睇住 dance move 就係我哋以前帶波，基本上隻腳都係黐喺地下嘅，係咪？用步伐去過人。係咪？而家咧，我哋會多咗一啲咧跳起帶波嘅類型，做得到嘅話咧，你就會好似跳舞咁。我之前都有幾條片啦 ，footer 或者係之前起步啊都講過嘅。我哋咧記住，我哋咧係要跳換腳、跳換腳、跳換腳，喺度尋找敵方防守嘅漏洞。当我哋单打嘅时候，跳跳，可以随时压入去打啦。又或者帶住個波跳拎起嘅話就可以射波，哎呀炒粉，明唔明白？我哋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尤其速度唔高，對啲速度高嘅，明唔明？我哋就係咁樣跳跳 shoot， 你可以入面咧再加唔同嘅技巧落去嘅。首先學一下嗰個步伐，睇住前後腳為一個基本最基本嘅嘢，人唔好中前，挺翻直，一隻腳前，一隻腳後，右手帶波轉過嚟，腳拉後，腳拉後，微微吞向後嘅，明白？當一個防守者 ，OK， 我哋記住，我哋點樣先可以過到一個過到敵人？還過佢，重點記住一個重點，有好多年青球員就是快過佢，啱唔啱？你係咪？你係還過佢，好另類啊，好有型。我哋要點樣可以令到敵方過咗佢呢？首先，我哋必須要知道你嘅敵人喺你邊度，兩步前。第二，你要知道你嘅終點喺邊度，我想去邊度。我想放籃，係咪？即係籃底。我哋呢度去到籃底有幾多步？一、二、三、四、五、六，六步。佢喺你兩步後面，然後你要去六步後面，佢早你兩步起步。你點樣可以喺三步之內過翻佢咧？要點？
你向前你会去边啊？咁你永远都过唔到佢㗎啦。你一快你更加过佢唔到。记住一个重点就係、是、我哋最好嘅就係、是、敌人企喺度我向前行个话呢，我哋可以同佢追和压住佢上篮。佢企喺度我哋可以追和。你向后我就一定过佢唔到，永远都保持两步距离，你快佢一定快嘅。最好就係你向前我向后。呢个係最 perfect 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人哋向前我又向前呢？唔会顶笼企定嘅啫。其实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你向前我又可以向前？你因乜嘢会扑向我度？冇错啦，你唔射永远都过佢唔到。如果人哋真係守你嘅话，例如我守阿豪，我速度会唔会赢到佢？没可能。咁要点呀？你试下有咩方法令我向前？你係根本冇方法令我向前，因为我呢啲咁老经验嘅人，我係一定冇前。射一笨，射一笨。No no no no， 好嘢啊！今日系属于你啊！OK， 只系够讲青出于蓝咪就系呢样嘢。再多球，射一笨，yeah，good 啲，明唔明白 ？OK， 嗱，我哋咧要向前嘅话，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要射得入。好啦，佢咪埋嚟咯。佢埋嚟嘅时候，记住你唔好向前。向前我就向后噶，你好难突然间再过佢，因为我假设我嘅速度系唔够阿豪高噶啦，系唔系假设系实际唔够阿豪高啦，所以我要认真抹啊，所以记住飞我跳后，我系咪反而向到前过到你啊？明唔明白？睇唔睇到？啱啱我一跳后嘅时候，阿豪做嘅动作系咩啊？向前，我咪有得过咯。明唔明白？同样啦 ，OK， 跳后，跳后，我咪有得射咯。见到嘛？当我两样嘢都做到嘅时候，我就直接过啦，可以。因为佢犹豫嘛，明唔明白？我哋打波一定要有你嘅进攻套路，呢个系攞嚟同大家我哋隔招，即系叶问 ，Excelli 系咁样同佢猜两板。你会见上年咧用得最多系阿卡威勒勒咧，佢会跳下，
飄肯壓入去，然後飛 away 嘅。哎呀，炒粉添！佢會用佢甚至佢呢啲咁強力量嘅人，但係速度唔快啊嘛，佢咪跳跳跳跳飛 away。哎呀，又炒添！明唔明？好難打噶，其實你繼續跳嘅話，係啊，佢唔係一個敏捷型選手，佢就要靠 dance move。我哋如果對一個速度比你更快嘅選手嘅時候，記住你係要拉後拉後，我哋可以兩個嘅連續兩個，因為對手手波嘅時候佢係用橫跨步嘅。睇住，我係用橫跨步手波嘅。當佢跳嘅時候跳，佢會跳過咗我嘅，明唔明啊？佢會因為你呢個範圍仲比我呢個範圍大啊，所以我就會喐得更快嘅時候，你個漏洞就會產生，你就可以過人。明唔明白？睇住對手隻腳，記住可以來回跳跳跳跳跳 ，angle 逼咗啦，入埋。是不是啊？咪 angle 逼埋咯，系啊，因为你失咗位，你一失位你就嗷嗰一下赢咗啦，得唔得？好啦，两位试下啦，我哋可以配合埋核心嘅，睇住 ，OK， 拉拉核心，一二放埋篮。核心壓下去推波，你會立刻將你的力量傳落兩隻腳度，好像啱啱阿豪我推佢出去咁，伸隻手核心可以推佢出去嘅。同樣壓你核心，你就彈咗自己出去，聽唔聽到？我係咪即刻彈咗自己出去啊？依度我哋係彈彈彈核心放膽。快唔快啊？系咪突然间就好快啊？我哋用到核心力量就会咁快，试下咯。核心，核心，你记住嚟到呢度嘅时候，压落去，压落去，用呢个力量压落去。唔得，个重心喐咗先。核心，后脚弹出去。系好波，阿豪呢下快啊，系咪加速咗啊？飞唔飞到？但系你个人冇中前嘅，发唔发觉啊？你又快，但系唔中前嘅，呢、这个就系核心力量。CM 试下，唔好按前，核心压，系好啲啦。嗱，呢个就系因为本身力量唔同，明唔明啊？我哋老啲，佢后生啲，后生用肌肉比较更加有弹性，你用得到，唔易受伤，速度更高，爆炸力更强。人哋更加守理唔到，最緊要係乜嘢呢？波係喺呢個核心力量之下，你唔使一味向前拍，我可以隨時射到波嘅，明唔明白？你最大唔同係呢一樣嘢，你會多咗一個選擇。細路仔唔係年青人，你去打温狼温，最後都係唔入。你只係拍啫嘛，你唔會過到人噶。老鬼打温浪温，拍壓，呼壓住，哎呀炒埋添，明唔明啊？我哋一壓拉後一壓，你彈咗出去啦。因為你準啊嘛，再嚟試下，我守你哋啊。
聽，你咪向緊前咯，係咪？唔係，你要咁樣，吞後兩步。我點樣令你拉你出嚟啊？唔係，行前。係咪好想出嚟啊？而家，啱啱你係咪已經好想出嚟啊？好唔慣係咪啊？人就係咁得意噶啦，拉後，點都唔出嚟。好想出嚟啦，跟住就人就咁得意噶啦，明唔明白？知唔知咩叫僵尸佬的辣？行前唔好做住，你做你咪一路喺三步后面咯，行前多步，系啊，行前多步，我系啦，嗱，你 feel 到我 mark 你啦嘛，系咪？你先开始调，明唔明白？再嚟啊！是啦是啦，哇是。好棒。其实我都说真的很难守的，如果你们跳到，尤其你，你知不知道你的弹性多好？你知唔知我几羡慕咧？一嬲话妒忌你噶，走开，再嚟，系啦，听听我未掹你，你感受一下我未掹你嘅，掹咗你先，系啦，系啦，开始掹嚟听，跳后，唔好跳前，跳后，记住埋到嚟，轻轻跳后，拉后，拉后，明唔明白？再嚟，趴埋嚟，系啦，拉后，拉后，拉后，系啦，嗱，我咪出嚟咯，明唔明白？我咪先会出嚟噶嘛，我唔出嚟你冇得过噶。你再嚟睇一次，再嚟个嗱，我唔提你，用你方法打，系咪啊？你点会有一个一啊游入啊好嘢？好，今日系打念 day 啊 ，OK， 系打翻我嚟，嚟打你，OK， 再嚟多球，系啦，吞后。系啦，射啦，嗱，就是、因为咧喺呢个距离咧太窄啦嘛，我唔掹你啦嘛，压停射咯，你要两分啫嘛，明唔明白？佢都唔守你到咁啦，你唔系佢啊，你唔可以打呢样嘢啊，唔可以再打体力啊，明唔明白 ？feel 唔 feel 到？明唔明白？好，最后一球啦，你打我啦，今日你都系成日都打我噶啦，今日嚟准备。唔係進步係一件好事嚟嘅，你走啊！哎呀 ！Good day，